我从来不穿丁字裤，这件事情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从来不穿丁字裤，这么鸡巴难受的东西我才不要穿呢，自虐倾向吧，穿那个。装个拉链就这样拉下去吗？那还是要全部脱掉啊。哎呀，我找不到我的餐巾纸了，大家等我一秒钟。我准备手柄都不要了，我准备去换一个港行的再说。有人要回收这个国行的 Xbox 吗？虽然我觉得说这句话很没良心哦。哎，我家狗干嘛叫啊？哎，我挑了这么多，有人送鱼丸吗？今天好像没有收获什么鱼丸啊。请用推案来确定你的选择。前面有跳很多啊，哦，我穿黑丝跳的时候也没见你们刷鱼丸啊。请用推案来确定你的选择。不要骗我，不要看我反应慢就骗我，我这个叫什么，就是平时之前有穿黑丝的时候你们照样也不送鱼丸。我其实很想学一下人家，就是那种就很会骗鱼丸的主播他们都说什么啊。今天本来可以说今天直播好像也不卡对不对，本来的话就是可以说啊，这个如果觉得卡的话刷100鱼丸就不卡了。今天这个办法都用不上。游戏歌单不就在上面写着吗？就每一个专辑下面的那个英文就是他这个歌的名字。老觉得衣服是歪的。有可能吧。戴一个头饰。
哎呀，黑的是不是看不出来啊？都是黑的，好像看不出来啊。我戴了黑丝行不行？我戴了黑丝，戴了黑丝，你们也多少送一点嘛。穿跟戴差不多。倒数第二那个歌吗？还想看，你们可以再挑一个。我今天这个明显这个体力不好，是这个吗？哎呀，实在是没办法，这个傻逼国行机器只有这么十首歌。你看，我要买他那个商店，他那个就是说是商店目前不可用，请稍后再试。什么傻逼离线模式？我离线模式我能玩这游戏？哼！看脚可以来一波。看脚可以来一波，让我戴好手套。呀呀呀！啾啾啾啾 ，Little Jingle Jingle Little Star，OK。给我的脚打几分？给我的脚打几分？靠脸吃饭的主播吗？我是。我以为我是靠脚吃饭的，不，事实上我是靠嘴吃饭的。我手上这个是我的手啊。手上的是手啊。哎，我发现这两天是不是超管都放假了呀？这两天是超管都放假了吗？我都没有见过超管，超管是放假了吗？来一个可爱颂吧。